서로 똑같이 대만에서 자주 활동을 하기 때문에 알게 됐습니다. 旁白各报报独家 DJ Soda 神交李多惠不提供性服务公开幕后真相。다른나라에서시구하는게처음이어서너무긴장되고떨렸어요。공을잘던지고싶어서대만에오기전에연습을했어요。是世界百大 DJ 的独家专访来了。DJ Soda 上周中秋连假来台为乐天桃园开球，顺便看卢广仲演唱会，也提到该团啦啦队员李多惠是他好友，但被问到两人友情时，他突然谨慎三思啊。서로똑같이대만에서자주활동을하기때문에알게됐습니다。哇，这球接的真是体面周到。事实上，他面对难题都能给出漂亮的答案。上个月在大阪有遇到就是线下事件，然后后来也有在节目上表示说这件事情对自己影响很大。那现在心情上调试有比较好一些吗？항상저를친구처럼가족처럼대해주셔가지고되게편안한분위기에서할수있었어요。DJ Soda 走出袭胸阴霾后，在日本穿有不提供性服务字样的小背心，被网友认定为是他的某种声明，结果是大家想多了。사실은그브랜드가스폰서십브랜드인데원래그브랜드의슬로건이그런옷이에요그래서그브랜드에서는원래그런옷을많이만드는데뭔가상황적으로우연히맞아떨어졌어요그냥스폰서십을받은건데우연히상황적으로맞아떨어져서사람들은제가일부러입은줄알더라고요嘿、hey, 喜欢台湾的 DJ Soda 还预告今年会再回访哦。三立娱乐新闻。11월에는타오이안에가고12월에는크리스마스에타이중에갈거예요。报道。嗨，大家好，我是吴宗宪，是哪个？我是徐乃麟，我是台湾熊秀，我想当米红，我是蔡康永。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S， 我们是号角响起，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哇，好快哦！生日快乐！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